带着勇气，带着破吉他，跟张震岳一起远走高飞。来一次远走高飞，再犹豫就别后悔。这期不就晴天，拜拜不满的。张震岳最新专辑7月5号即将发行。任何事都为别人，自己摆在最后面。来一次远走高飞，再犹豫就别后悔。这期不就晴天，拜拜不 Monday。 肩上一把破吉他，